谁的家，仿佛如一幅画，有水有山。那是谁家的闺女，叫人不得不看，如雨如仙。可我今天的晚餐还一直没吃，还一直没有吃，并不是我好吃懒做，只是绕几个弯，好不容易才摸着边。怪怪的，不是说这个，是说人姑娘啊，感觉挺好的，我准备接触接触。哥，你打扮这么漂亮干啥去？这叫漂亮啊？什么叫帅？把握好机会啊！对，大哥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寡妇了。说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寡妇？那就过了这个村，没有那个遗孀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过来。找死呢呗，一个个的。哎，说天一啊，哎，你说这些靠脸吃饭的人，你说他平时都什么感受？靠不要脸吃饭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你说我帅吗？哥，我是个正直的人。你要是对我有意见，你可以直接说，别用这种问题为难我。哎，你说你要老这么聊天，你信不信你未来媳妇现在就能变成遗孀？嗨，嗨。是马龙，我是马龙。冰冰，来了。哎，我里面还有一些文件要整理，你等我一下。没事，忙。大军，站住！过来，过来！什么老师样子的？你先回避去。等等。你先回去。啊，对。文明价，一个一个来啊！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一个儿子。
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还行。忍着点哈。疼不疼？好多了。不是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你不会就是典当好老板这么简单吧？说句实话。我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，像那自由搏击，我只会一点点，主要是做暗杀工作的。不是那你跟原来的男朋友是怎么分手的？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，两人通电话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跟那个女的就一起重伤，进医院。那你这个。未免有点鲁莽了，这。那你查没查那女的到底是干啥的呀？我当然查了。那谁呀？她是？一场误会，10086。谢谢各位给我介绍对象。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需要爱情了，麻烦大家，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着想，别再给我介绍对象了，谢谢。这位大姐，过来给你算一卦呀！大哥，大哥，过来算一卦呀！看见两个耳朵向前照，将来不是骑马就是坐轿，来来，这个大哥来坐下给你算一卦，坐坐坐。哎，我看你好像似曾相识，我们前世有缘呐！来，伸出手掌，让老夫替你算上一卦。来，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你这掌纹挺乱呐，这家伙全都系上了，这一团麻。你这最近有大胸罩啊？你这是？此话怎讲呢？此话怎讲？看我眼熟吧？你给我算的，撞桃花啊，记得吧？就给我算成这样了，不是这个不是不撞，时辰未到，知不知道？今儿时辰就到了，看我今儿不揍你个朵朵桃花开！怎么样？我从来就不吹牛，说撞桃花就绝对不会撞菜花的，收摊喽！谢谢啊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你的吗？我的。快握手！
吗？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哎，要不今天别写剧本了。哎，来了。你好，您的快递。哦。来，签收一下。你给他水里放啥了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吧。我他给你水里放迷药。大哥，不是迷药，是泻药。泻药？我这两天便秘，我让他帮我买的泻药。泻药啊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没事。别，你别走，你别生气。不是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哥，不是你不知道，我做了个梦，我哥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生气了，憋不住了啊！哎，带纸了吗？没带呀。我给他拿点纸去。等我。干什么？你给我松松开！松开！你疯了！你精神病！你松开！你有病吗？你这肯定没错了。你还扎了？还扎了？大哥，你别打他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我什么玩意儿？说啥？哥，这小弟是个异装癖，他看上我了，天天骚扰我，不打他不走。大哥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是真心的喜欢他。我去！我觉得大哥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。起来，碰。可不是嘛，这每天晚上不睡觉，也不在这寻思啥呢。二条，大哥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姚记，碰。没听他说过呀。哎，叶赛尼啊，要不你给大哥算算呗。阿伟，到。塔罗算的是运势，算不了心事。红中定。但是也不能放任大哥一直这么下去，要不然身体不都全搞坏了吗？咱们呀得想个办法。喂，我觉得大哥可能是招着不干净的东西了，我们得找个灵媒给他算一算。胡了。炸胡，大师，就这壶。哎耶，这事儿不合适吧？哎呀，又不是害他，没事。似乎邪气太重。你看，我说了有邪气吧？味儿很重很重，血那个头疼，快把那些血拿出去。啊！哦，快拿出去。大哥，拿去！哎呀，小贝，本刀马上要在这个房子开坛做法，耳洞酥酥的准备供殡。好，等一下。快快快，把这些符子贴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每一个角落。
辟邪。请陈冠希，三请谢霆锋，四请李亚鹏，二等推一些啊。看见不会不高兴吧？不会，他们买不起爱奇艺会员。哎，陈大师，你搁哪个馆里请的？附近的人送到了。靠谱吗？哎，怎么没声啊？要不然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来博纸鹤，到哪了？应该去邪了。让你提醒了。来，惊天，惊地，惊自己。你说这个房子的东西很厉害呀、啊，已经通知了你大哥的中枢神经。等一会儿他一进来一看见，肯定先说一句：“干啥呢？”今天会问你是谁，最后还会说一句：“都给我滚出去！”干啥了？爹的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他谁呀、啊？吾乃神贵救洒陵第十八代传人黄达达。驱邪？驱什么邪？驱邪！走，大师真神了！你都出去明白命令，不要进来。好，来，你行吧，马哥哥，你过来，给你摔倒。我找大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说的太准了呀！我跟你说，太准了那个。这个屋子现在有六个人，四个你看不见啊！我就直话跟你说，你有心魔，你我哈尔滨红肠是不是你给我吃了？你不要管这个，我珍藏的五粮液你给我喝了？你听我说下，我八十年老血汗你给我造了？哎呀，都吃了个斋饭嘛。这是大师开始捉小鬼了，这开始哇！哎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你听小鬼在求饶呢。哦，对呀，不对呀，我怎么听着像大师的声儿？你听听，我听。不懂。你神鬼怕多少？何况是个神经病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个老兔崽子，你谁出的主意？哎，那个。
啊，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哈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啊！你看不见我，我走了，哎，你看不见我。这是有史以来我算过最凶的一卦了。啥意思？盘面上显示这几天是巨蛇星座现世的日子，再加上死神牌，那就是凶多吉少。全是凶，没有吉。啊，那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咱们得再想个办法。哎，不过这次得对症下药。我觉得吧，大哥应该得的是心病。得了心病？大哥得心梗了？滚犊子！就是心理疾病，抑郁症那种。心理疾病？哎，我认识一个心理医生来。是这样，他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，17岁那一年去北京学习，然后从北京飞到了莫斯科。又从莫斯科飞到了法兰克福，之后又从法兰克福飞到了伦敦，然后又从伦敦飞到了纽约，从纽约飞到了日本。那这样的人得老厉害了吧？当然了，当了10年的空姐，飞的地方老多了。哎，不过最关键的是，他最终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，又返回了北京，专研心理学，当上了一位心理医生。那是谁的家，仿佛如一幅画，有水有山。那是谁家的闺女，叫人不得不看，如玉如仙。可我今天的晚餐还一直没有吃，还一直没有这，并不是我好吃懒做，只是绕了几个弯，好不容易才摸着边儿。走吧，世界多大，总会有属于我的家。找吧，心中的他，也在等着跟我一起闯天涯。晃吧，不怕不怕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会做到有理也有面。走吧，世界多大，总会有属于我的家。找吧，心中的他，也在等着跟我一起闯天涯。狂吧，不怕不怕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疯吧，